生想自落花，看那西风骑瘦马，谁能为我一眼望穿流沙。回宫又是何方神圣啊？喂，声爷，你不要开口埋口都叫我白鼻哥好不好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啊。哇，声爷真是声爷啊，被你这样噏都噏得中啊，好嘢。功夫精妙却总高岂能过过，其实是我贤弟啊，家父如今为国公啊，大名就叫头一次就不吉利，真是激死我了。华哥，真嘅，你要我速速寻找真势，不需再把时间拖。咁今晚南宁市工人文化工业剧团呢就喺啲演出啦。咁喺整个广西嘅东南部，而家系南宁周边啲农村啦，对啲粤剧非常嘅热爱噶。平时过年过节啦，或者系庙会啊，都会有咁样嘅演出嘅活动噶。咁今晚嘅演出啊，我听文化工业剧团嘅团长英华讲啊，睇下系。田入边嘅一个刘师傅自费请粤剧团嚟演出嘅，因为呢个村咧系刘师傅嘅家乡啊，而九亚村民嗰啲精神生活嘅真系非常唔错啊。现已看得透，不再自困，但讲有分数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满泪痕。轻快笑着，都系啲农村嘅菜，非常辛苦哦。咁啱先就喺啲食到饭咯，佢哋啲村民非常热情啊，整好多菜招待佢哋啊，真系感受到佢哋真系非常嘅热情啊。乜又系你啊？哎呀，声爷，我都话过后会有期噶啦，声爷。有礼，只只无礼，一律杀绝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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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
太慢怎么能摇到香岭啊？摇香岭，摇香岭，摇香岭啊！你且在窗前走几步，待老夫看清看楚。啊？乜科考都要行嘅咩？随便行几步啦。行几步？我系沿路食生菜，咁我就行啦噃。人家德高中啊，叫我打横行。叫我后住行。叫我单脚行。唔使脚行都得啊。上次倪小姐赶走嗰只特别哥咩？哎呀，我知，莫非有啲响好沉沉钟声？莫非我哋乖女中意佢？唔系啊，相爷，睇见嗰只特别哥眼火咁红咁烈，合立面咁抛，意思系叫你快啲滚啦！哎呀呀呀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人嚟！正正无礼，我出去。Thank you.